Actually, thank you so much, everybody come here. I hope you enjoy my show. Okay, thank you. Keep going. 接下来呢，我想介绍的这位小妹妹，那么她呢只是玩票性质，每次呢都会出来晃一晃，见见世面嘛。那么你看看她长得像谁就是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他呢只是好玩，唱的好不好呢都希望各位给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励，好不好？现在呢我们就热烈掌声欢迎陈佳佳。妈，我就在你，我就在你后面，好吗？复兴。